打吃鸡去，给我开挂。真是。别人都到 QQ 号发广告了，他喵的到我 QQ 号他妈玩吃鸡了。上次我举报一个封了十年。哎，说 QQ 号被盗，你们被盗过吗？我好像没有被盗过 QQ 号。反馈意见。是不是我的密码太？没事，我打游戏嘛。太复杂了。给我洗两个。有被盗过，那你们得反思一下，你们到底干了什么，导致 QQ 号会被盗。可惜就是你和他。这五一天气这么好，都应该出去旅游呀，回家打什么游戏呀，打游戏。谢谢文总，谢谢文总的四年五年同心卡，谢谢。嗯，那肯定是你们要么开挂了，嗯，开挂我也开过，连小的时候啊，读小学那会儿，读小学那会儿玩 CF， 那时候我们那个网吧啊，开麦。我操！那网吧里面刻的全是开挂的，真的。有真人啊、哦？嗯？啊？咱们这儿吗？有真人。对。嘎嘎离谱。就是那个 M。一网吧里面玩 CF 的都是开挂的。147。哦 ，M417。然后我就被带歪了 啊！他刚开了一。不开挂玩什么 CF？ 还是啥事？翻顶。你就把他当人机打，就直接去莽他四个人一起。有 M 四或者 SCAR 给我标一下啊！我有 M 四，我先给你。不用不用不用，那不必要。没事，好装备都给你们。嗯。我这么黑的吗？我操！我今天这么黑吗？我刷新一下视角。找见了，你东西还挺好找的耶。让我追上你了。但是我配件不全啊，我全的。哎，这俩消停了一会儿呢，刚才这么能闹，直接满配了。我下把得跳那个军事基地了，这不跳感觉这没手感，找不回来自己。一天不玩游戏，感觉自己就没有灵魂。还有吗？在哪儿能标个点吗？没直死的，淘汰的，直接淘汰的。OK OK。M 四幺七那破皮枪，那枪打远点还好打，挺好打的那把枪。都有枪了吧？走吧，咱们干仗去。有了，满配，老牛逼了，啥也不缺，要啥有啥。我们连个扩容也找不到啊！还好了你。要一个冲锋枪扩容，我想要一个。